昨天来到了这么一个小镇，叫 Red Earth Creek。从这里去黄刀，还有差不多700多公里路吧。这是一个很安静的小镇啊。可能是原住民的 First Nation 的一个小镇。这是他们的社区活动中心 Community Center。这是个操场。很安静，很快，没有人，没有车，社区中心是关闭的。我们在这里 boondocking 过了一夜，非常好。更值得推荐的是，他这里的社区中心这个 building 外面呢有插电的地方，这也给我 take了 advantage 啊，就是我可以用来给我的大电池充电了，哈哈，太好了，这肯定比太阳能要快多了。这是我向大家推荐，极力推荐的啊，房车必备。这个是 EcoFlow 这个大电池啊，非常好，给你房车上用电饭煲啊、空调啊什么的。鸦雀无声，很干净。也没有蚊子啊什么的啊。碧蓝的天。